那不好意思，习惯了。给你吃，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凉拌牛肉，还有红烧茄子，吃，多吃点。还有西红柿啊、嗯，还有辣子，吃。怎么样，我炒菜味道可以吧？来，再用点凉拌牛肉，吃。把西红柿汤，菜都给你留着，我少剥点菜。吃啊，老婆，咋不吃啊？平时不是我做菜你都喜欢吃吗？来，再给你煎点。吃啊！你说你吧，我已经习惯了每天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你突然说不在了就不在了，孩子以后怎么办？长大了我怎么说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这进去洗个脸，你叽咕啥子？叨叨叨？没说啥，自言自语呗。哎，这火龙果不错啊！视频同款我都给你们整理在左下角了，花不到水果店一半的价钱，拥有同样品质的水果，这还不快冲？哎呦！这样可以给我留点饭吗？哎，等会儿我忘了件事儿。